然后我310大概要等到多久？30分钟到40分钟才会全部上齐啊！但我已经等了35分钟了。预料好运输完了，来扬州怎么能不吃早茶呢 ？Let's go， 您拍。来，给我们照一个相，吃口罩。来，照一个相。这个点儿吃应该算不让吃。您好，一位。吃汤包点50的，不吃汤包点30的，要哪一种？汤包的。来一杯茶。好的呀。啊，就来了一些汤包，是茶水来了。茶我要自己泡是吧？再来点。谢谢。哎呀，好吵啊！他们家是套餐的店，我点了一个50块钱的套餐，10块钱一个回龙珠，应该是绿茶，应该可以无限续，特别酷，特别茶体绿茶。这个茶叶好苦啊！你好，我310大概要等到多久？但我已经等了35分钟了，遇到问题呢，我们不要慌，好不啦？谢谢，我的是吧？齐了吗？齐了，谢谢，特别好，卡着点来的，比我的时间还长，可以可以。这个包子应该是用那个气管扎着喝这个汤汁的，叫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发糕、蔬菜烧麦、包子、蒸饺、绿豆饼、maybe 包子。蟹黄的，感觉吸不完，终于吸干净了。这个汤汁是蛮鲜的，我应该是全网把这个包子吃的最臭的博主。挺腻的，先来吃一蒸饺。这个蒸饺的馅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是挺好吃的，是有点硬。包子，包子好吃啊。还有一只包子，这包子也是肉的，但这个馅儿是囫囵馅儿，刚才那个是肉丁，这个比那个香，但那个好吃。这是一个绿色的烧麦，里面应该是蔬菜，当然不是那个蔬菜，大早上的就荠菜，特别好吃。这应该就是个发糕吧，这一色的应该是山楂条，吃不出来反正是甜的。发糕的感觉就是个馍，好吧，这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糕点。花生馅儿，好吃。现在的茶已经喝到3泡了，特别棒。我们再来尝一下茶叶。现在的茶叶已经没有刚才那么苦了，挺好吃的。这段时间来扬州的人特别多，然后导致呢酒店也贵，吃饭也排队。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地方它现在的出品啊、服务呀、都因为人流的问题会打一些折扣，这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去体谅一下。烟花三月下扬州嘛，小孩子都知道，错开了就不是三月，对不啦？好，我们进入消费60元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